经纪公司也指出，过去一年中等入息公寓相当抢手。这个在顺福路的中等入息公寓，在过去一年来有至少六个单位以100多万元转手。今年四月呢，就有一个单位以113万元的成交创了纪录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本地买主也准备以120万元的新高价格购买156平方英尺的单位，溢价高达50000块。其实买主本身在顺福已经有了两个单位，现在想购买第三个单位，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会有就是 on block 的机会了。顺福路的中等入息公寓目前已经正在进行私有化的程序，预计在今年底就能够完成。因此有投资者认为这里的物价有增值的空间，而且还有可能集体出售。新传媒新闻记者梁凯欣报道。